刚马上可以了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哇，你看，哇，还有烙纹呢，哇塞，哎呀，我在家里这样吃，所以我们想说，那这一次我们来拍一个是烧肉的这个外带套餐，我真的是第一次叫烧肉套餐，而且我们叫的好像有点太多了，直接送到你家，然后有给你这个烤盘，超方便的。哎呦，你看那腰打啊，这个猪五花的这个焦脆感，放这么多的肉，这样子才1699，其实我算很划算。两只天使龙虾加点99块，八只这么大的虾子加点也是99块，然后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叫什么？那个叫什么鱿鱼哦，也是99块。哇，你看，超 Q， 哇，哇，好大哦！好啦，其实这一波的话真的是蛮多，餐饮业很辛苦，所以我觉得可以就是大家多多去订那个就是餐厅的外送，让他们帮助他们撑过这一段时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德瑞克贤竹，因为大家在家里都闷坏了。对，所以我刚才想说，我们想要来吃一个烤肉的这种，大家很多人都在拍说，就是因为现在很多餐厅都很可怜，也不是很可怜，就很难过啦，很难撑下去，就是他们出了很多外带，所以我们想说，那这一次我们来拍一个是烧肉的这个外带套餐，我真的是第一次叫烧肉套餐，而且我们叫的好像有点太多了。对，他还附这个这个是高档的这个是什么 BRUNO， 我不会讲 Bruno， 好像是蛮有名的一个品牌，直接送到你家，然后有给你这个烤盘，超方便的。然后你看他菜盘的话这么大，有青椒、四季豆，然后洋葱、玉米，然后这个是葱盐嘛，泡菜、照烧酱，然后还有这个杏鲍菇、香菇，这么大的菜盘，然后还有这么多的肉，这样子哦，这个没有，这是我们自己加点的。这样子这么多的肉，这样子才1699，其实我算很划算。然后还有两碗饭，还有两碗，然后跟这个生菜。那这个的话，我们是自己加点，而且我跟你讲哦，这个超便宜的，两只天使龙虾加点99块，八只这么大的虾子加点也是99块，然后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叫什么？那个叫什么鱿鱼哦，也是99块。所以这个不加点能行吗？所以我们就也加点起来拍给大家看。M 九和你，哎呀！哇，这个烤箱好强哦！嗯，哇，你看我的空气清净机开始要叫了，马上可以了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哇，你看，哇，还有烙纹呢，我把它关小一点，在家吃烧肉真的超爽的，喂，要沾酱吗？应该不用吧。先吃原味啊！等一下，我们那个玫瑰盐，先看看。嗯，哇，这好好吃哦！我觉得它的那个 M 九和牛的肉啊，它的油花是一半，然后另外一半那个肉是扎实，可是它是那种吃下去很嫩很嫩的，然后而且肉味超重。那再来的话，我们来吃这个牛双酱牛。这真的是在家里这样煮，真的是很爽。来吃吃看，它一点点，他送的这个好了，这个好像是他的什么，类似他的经典照烧酱之类的，油亮油亮的，一直在喷。吃，嗯，这个油比较重，嗯，可是肉质很 Q， 嗯，哇，这好好吃哦，好爽，超爽，真的是超爽。然后我们还有这个猪五花，还加烤猪五花。哎呦，你看那腰打啊，这个猪五花的这个焦脆感。你知道在家吃猪五花怎么豪放吗？外面都要剪刀剪，我们不用剪，我们不剪，我们死都不剪，我们就一人吃一片。你看，就像现在的空肉饭。来，我们煮的这个是嫩煎里脊，而且它超厚的。然后再来这个是牛肋条，我觉得牛肋条应该会很好吃。嗯。哇，哎呀，刚刚好。哇哦，而且它都很容易，我觉得用波纹，对，波纹烤的很有成就感。
瞬间你就我本来以为它可能会肉很厚会咬不断，它咬下去是瘦肉没错，可是它是马上就断了，很嫩，哇，好好吃哦。嗯，这家的肉吃到现在都还不错，这一间可以推荐给大家，还不错。我觉得和牛套餐不错，再来吃一片和牛。从来没有想过在家里可以吃生菜包肉，来加一点这个炒菜。耶、牛肋条，给他来两颗啊。哦哦哦哦哦哦，爆了爆了爆了！我觉得叫车带回家去跟在店里面吃差不多、啊。好了，其实这一波的话真的是蛮多餐饮业，像应该我们之前也都是去拍那种吃的，对，也是很多老板都有，我们都私下都还有联系，他就说哇最近真的是很辛苦，所以大家如果在家里的话，大家也要放松。然后餐饮业也很辛苦，所以我觉得可以就是大家多多去订那个就是餐厅的外送，让他们帮助他们撑过这一段时间。支持一下。对对对对对。哇，你看，好 Q， 哇，哇，好大哦。哇，大家看，知道在家里吃鱿鱼要怎么吃吗？就整块拿起来吃下我手在抖，超重点，很大片哎，漂亮，大片，一咬就断。哦，它的鱿鱼，我敢保证超新鲜。哇，嗯，哦，好好吃哦。因为其实我本身很怕，就是很怕海鲜会有一点腥味就不行，像什么生蚝那些我都不能吃。它这咬下去是没有腥味，而且就是那个焦香味，还不错哎。哎呦，老板这间不错哦，大口吃肉，大口喝酒。酒呢？酒，有酒，没有酒精的酒，气泡饮。我们来吃这个好了，吃点蔬菜。我这样子烤一定超好吃，它上面已经有吸了一些那些油。那香菇也是很大口的，就蛮干净。杏鲍菇，它还烤出这么漂亮的纹路。剥皮辣椒。好特别哦，剥皮辣椒的这个培根卷，然后这个是酱烧鸡腿肉，鸡腿肉那鸡皮那边的很香，好啦，那今天我们这一间这个OH Yaki 这一个的烧肉，我们介绍到这边。我会把那个联络资讯放底下，它好像蛮多间的，它有中立、新竹，然后我看台中的人介绍，所以我才来订这个东西。对，这一间真的是不错吃。那评分来讲的话，我觉得如果不吃牛的话，点猪会更划算，因为猪的话才1000块，1099，1000块很划算，那个东西超多。主要是它这个还有这个铁盘，那它铁盘的话是你烤完了以后。他跟你讲，就是通常是2.5小时以后回来收，对啊，如果你有特殊需求，你可以跟他讲，就是说你可能说晚一点或者是怎样子，都可以跟他讲。那我们的话是等一下他差不多3点多、4点多会来收这个铁盘，对，所以等于说铁盘也不用费用了，我觉得这是超方便的，因为很多人家里其实就像我们这种租房子或者什么，他没有那种铁盘可以在客厅直接这样吃，很方便。那再来的话，它铁盘的话，我看网络的部落客有讲说是可以买断的，好像是多付好像快1000块吧，我把那个资料放在旁边，多付快1000块就可以这个拿走。其实我不知道这个是多少钱，这样看起来是蛮划算的，因为我觉得铁盘蛮好用的。对对，铁盘蛮好用的，而且它是不粘的，你让吐一吐吐一吐，它那个黑色的胶就起来了。好啦，那我们的话之后如果继续封的话，我们会继续去拍更多的餐厅的外带给大家看，那也有那种料理包或者是什么牛肉面之类的，到时候都拍给大家看咯。好，喜欢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咯，拜拜。